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会走到这个成绩？坦白说其实没有，因为我那时候回来的时候也只是想说挑战自己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学习不一样的语言、嗯、是，然后我想说我在第五关应该就薯条了啦，薯条是薯条，薯条，薯条，对不起，薯条了。然后想说哦，就要吃薯条了啦。哦、OK， 我竟然还有办法撑到那个车轮站，我觉得是我蛮厉害的。而且这半年多以来，也自己感觉到有进步哈。我真的，我的台语有进步，而且我现在、啊、最大的收获就是台语、啊。对，而且我现在我听得懂一点点，可是我现在也试着让自己讲台语，可是你们听不听得懂，也就不知道。哎呦，不然今晚就开戏，就是练习看麦。练习看麦好，我知。啊，你今日会紧张无？诶，我会紧张，但是不要紧。努力挑战就是挑战，哦，挑战。你有压力不？我有压力啊，我有压力啊。我准备要跟你赢了啊，我有压力。我有压力真大啊。我晚上嘛困不起啊，因为我要背迄个歌词。歌词是真正就难的，就难背。谢谢雅婷啊，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雅婷呢？老师好。今天这一场啊，这一首歌最重要 的地方不是要引，知道吗？要做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一个开场，让他想不到怎么样会怎么样的开场。你就是尽情的在今天好好享受这五首歌。好。啊，刚才呢这一首歌呢？有一两个地方歌词唱错，对不对？我不记啊。我就主要跟你讲说，不重要，重要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，尽情的去唱。尤其遇到一个这样的对手的时候，这不是对手而已哦，这就是你们是共同的组合，因为这一场比赛是你们两个一起联合撑起来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，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雅婷呢？老师。雅婷今天的这场表演。对，你刚刚有，对啊，你忘记了哈，你刚刚有忘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现在忘记了，对，但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就是你整个一个开场，觉得面对这么大的压力，
你还可以这样的表现，我觉得相当的好。没错。然后后面四组，我不知道制作单位到底有多残忍，到底还会派什么样的来，但是我觉得不重要，你今天就是好好的表现好你自己就好了。OK， 加油。谢谢老师。加油。